2020年9月4日，咁啊，澳洲呢度咧就喺新南威尔斯咧都有八个，去到咧系4099，咁啊啊维多利亚省呢度都系79个，去到咧19415。澳洲而家总共嘅确诊数目咧就喺26136。死亡方面咧，维多利亚省呢度多咗59个，去到650人。而家总共嘅死亡数字咧就系737。